在一起怎么安？去去。原来和精灵在一起，老王会出乱子。精灵的王座是我的。最后一刻，生命宝玉，精灵的生命之根，力量之源。宝玉必须要远离欲望和纷争。抱紧我。王国内接连出现枯叶形成的怪物，看不见的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而来？小雨，你变了。把宝玉给我！这就是你爱的人类。精灵的王座将是我的。我根本不应该让你来精灵王国。